给你吧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毕业了呀。你走了为什么要还给我？因为我不想浪费你时间，我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你觉得我们在一起没有未来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，就这样吧。我也不想这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一次开始一段感情，最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唉，太累了，毫无意义。我以为你会不一样。没有承诺就不会有感情。没有感情就不会受伤，自以为有多了解对方，其实根本就不懂对方想要什么，也没法给他真正想要的。我到底应不应该把钥匙圈还给他呢？这不是匆忙做的决定，我认真想过了。过吧，我也是。你知道吧，我不想承诺一些我都不确定的事情，你能懂我的吧？不要说了解对方了，我们甚至都不够了解自己，那我们怎么对这段感情负责？
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变成了更好的人，那个时候，你就会理解我了吧。